今天呢，我们要给麦穗拍百天照了。这个都是我在网上做的一些道具衣服，花了100多呢。唐僧的衣服，小鸡儿的衣服，书生的衣服，还有这个。虽然是个男子汉，但是我觉得他也喜欢粉粉的颜色，所以给他准备了一个美人鱼，不知道他一会儿穿不穿。好了。我听很多姐妹说，一胎照书养，二胎照猪养，三胎随便养。当然了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的，头一个小孩玩的比较新鲜，我们把所有的仪式感都给他准备充足了。百天呢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，所以呢，我爸爸包括我姥姥今天也过来了。我们今天要拍一个30同堂和40同堂的一个全家福。世豪，真的更好。拜拜，哎，先传哪个呢？先传哪个？嗯，先传这个吧。传李拜。传唐僧。来呀，真的。这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衣服，咋样？好、哦。帽子戴不戴？戴吧。这样的了吧？哇、哦！棒、哦、子，嘎、嘎。这儿给那个帽子搁到旁边一点。哇、好大劲啊你！别吓你！没事，那不太晚了。哦，哎。第二，他还是挺听话的，刚才那个嫌热，估计光着腿、光着膀子，还挺喜欢的。好了，去吧。这头劲儿，我去哪？好劲儿，不错。没事。